写一写啥？哎，我好欢喜咱们工程款，我用不起啊！不要讲，我还那么搞。啊，你想要帮我备料，我搞我家处理哦，就麻烦你啊，好嘞。阿舅，火帮你倒吹啊，两个人吹阿弟。不过为着安全起见，我想咱的性命减少要避开，安尼去妥当吼。好。哎，小秋，小小秋啊！宋安娜，我这摆车袂敢再过呢。你边仔休困，我来就好。喂，你小秋，你哪都不爱接电话啦？今麦人在倒位？公办的负责人在公司等你。我的钱无去啊！你讲啥？我没有工头费四十万，几个无去啊啦！小秋，你哪会当遐尼啊傻啦？威廉，你先莫生气啦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钱找回来。我找到钱后，我就随身过给伊。小秋，叫一个纸袋来看卖，够唔够？可能是张正凯的声音。威廉，刚刚找到，我先挂电话吼。小秋，喂。干事，是。哎呀，四十万真正无去啊！就像我连在电话中，我就想起，我甲讲我一定会找到，这么是要安怎？我是要去倒位找这四十万？拜托，妈祖、耶稣、帝君、菩萨、显灵。我赶紧找到那四十万，啊！那么威廉，我威廉骂死、恨死、讨厌死。好啦，卖艰苦啊，我有办法啦，你跟我行。所以我陪你入去。唔免啊，张凯，多谢你啦。你去银行，你钱借我度过这关，你开车送我过来，等我钱找到，我就会随行你啊。这也无啥。哎，你是唔通愿意收债，我这是要算账哦。算你，等下要打大概算账。给你去。嗯，拜拜。